351 Marine 2505，是一个 one bedroom。进门的右手边是你的 in-unit washer and dryer。这边还有一个 closet， 厨房、冰箱、微波炉。这是卫生间，然后镜子后面的收纳空间也是非常的大。可以听出来这边是非常的安静，它这个窗帘还没有安上，采光是非常非常的好，是 Jersey City 的 view。 看一下卧室，卧室这边还有一面长的 closet， 收纳空间非常的棒。